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比赛，好听的音乐分享。最近的粤语歌曲实在是太火了，这不，热歌排行榜又出现了一首《不甘用情》，又是被这位莫教姐姐翻唱而大火，获赞160多万。但她的塑料粤语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广东人听了后都疯了，直呼听不懂，网友真受不了了，这是太与劈了腿了吗？不过这位莫教姐姐还是功不可没的，让这首粤语歌又火了一把。眼泪当初因何用情，也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翻唱，有许多网友玩起了搞笑的哭儿歌词，这下让广东人真的是发疯了。不过中国有句话，高手在民间，这不，这帮老外把这首粤语歌唱得炉火纯青，广东人终于听到正宗的粤语了，舒服呀。昨日的爱情，也许当初不该用情，如今不会再有意义，命运的注定，我必作对要去转正。不过缅甸的网友一下就看出来了，这哥几个是在对口型啊。果不其然，有些网友爆出这首歌是网名叫晨曦的小伙唱的，而且还是用十位明星不同的声音唱的，简直是绝了，小伙伴们欣赏一下吧。无情地落下我，在风中哭泣，眼睛告别了昨日的爱情，也许当初不该用情，如今不会再有意义，命运的注定，何必作对要去转正。也许当初他可用情，如今相恋没有事情，可惜只有我守住这份情。小伙伴们觉得模仿谁的声音更像？欢迎到评论区留言交流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，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